郑宝瑞，制片人刘晓光，编剧黄子桓，美术指导傅东，服装设计郭培，以及摄影指导杨涛。来，有请各位。像这个孙悟空啊，他是很多朋友都知道的一个家喻户晓的一个角色，所以您心目中有没有准备要拍摄一部怎么样的大闹天宫呢？我自己因为专辑讲都有讲，就是那个《西游记》那个孙悟空那个人物是不只是我们中国知道，其实很多人都知道那有那个人物，那还有那个故事。所以在我心目中，我第一天接到那个电影之后，我就有给自己一个想法，就是广东话有句话，八岁到八十岁就是全部人。所以我在想，希望那个电影拍出来是八岁到八十岁的人都喜欢看。还有就是希望跟那个小说一样，就是不只是中国，还有外国的观众都喜欢看。之前我们知道孙悟空的造型已经有了一个曝光的这个造型，那是不是最后我们定型的造型？当然不是。当然，因为你们看到的，因为你知道我们都是要化妆。等一下 ，Mark 都会跟 Sean 都会解释，我们是一个很长的过程。每一个演员先是的特效化妆都是一个不同的很多的测试。你们看到的照片只是其中一个部分，还没完全完成，只是一个过程，对。我们只看到了72%。对对对，所以最后的那个孙悟空造型一定有给钱买费才看到。好，谢谢各位。刚才呢，大家介绍了我们大闹天宫当中不仅有我们超强实力的华语团队，同时我们也请到了外援。下面呢，我们有请我们电影的好莱坞制作团队上场，他们是我们的 3D 设计 Daniel Simmons， 视觉效果 Kevin Rafferty， 特效化妆 Sean Smith， 还有 MarkGabriel， 还有我们的翻译刘晨先生，有请几位。下面呢，我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几位啊。3D 设计师 Daniel， 他是 3D 历史学家，是电影业资深的人士。说到他的代表作，哇，厉害，《加勒比海盗4》还有《变形金刚3》。那视觉效果 Kevin， 他的代表作有《侏罗纪公园2》《星球大战1》。特效化妆 Smith， 他的代表作是《斯巴达300壮士》《我是传奇》《猿人袭地球》。特效化妆 Mark， 代表作《十月围城》《职业特工2》《投名状》。那我们就请每一位这个主创和大家打个招呼，并且介绍一下自己的角色。大家好，我叫张兆辉，我的角色就是李景托塔。托塔天王、托塔天王，对对对对。大家好，我是汪圆圆，那么我的角色是彩云。大家好，我是梁雨恩，我的角色是彩霞仙子。大家好，我是郑嘉欣，这次我饰演这个哪吒，谢谢。哦，哪吒。大家好，我叫李菁，刚才您说这个三类角色，神魔妖，对，这里头没我呀。真的？那你我演的是哪一届的呀？我演一个猴。好，大家好，我是陈慧琳，这一部戏里面我饰演观音。哇，很像哎。有吗？谢谢。哎，你有没有试那个造型？感觉怎么样？等一下是试造型。好啊，好。何润东。Hello， 大家好，我是何润东，我演的角色是二郎神。好，欢迎 Peter， 梁咏琪。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我在戏里面演的是嫦娥这个角色。好美啊！谢谢。海一天。大家好，我是海一天，我在这里面演菩提师祖。我跟打戏最多的其实就是子丹哥，对，然后呢，我跟他必须从今年打到明年。哇。对，所以呢，之前就做了很多一些锻炼的一些准备。那其实在前一阵子呢，有拍了一天的打戏，然后呢，我真的觉得子丹哥非常了得。好，下面我们有请铁扇公主的扮演者陈乔恩，牛魔王的扮演者郭富城，孙悟空的扮演者甄子丹，玉皇大帝的扮演者周润发，以及九尾狐的扮演者夏梓潼，掌声有请各位。有请。哇，
大家好，我是陈乔恩，我在《大闹天宫》里面扮演的是铁扇公主。好。大家好，下午好，我是郭富城，我演的是牛魔王。哟。大家下午好，我叫夏子彤，我在里头扮演的是九尾狐白如雪。好的。大家好，我是甄子丹，我演猴子孙悟空。因为我觉得在整个故事里面，神跟魔两族的一种恩怨啊，能够希望在这一次可以在整个电影里面大家会看到一个很不一样的牛魔王。可能在大家在电影里面看那个牛魔王都比较一般，都比较丑，可能那个鼻子很大这样子的感觉。但是我想这一次的一个在特技化妆上面他们弄的一个感觉，我觉得蛮过瘾的，蛮爽的。什么样的？怎么样？我现在也不能透露。可以透露一点。反正就是我要每一天早上要坐在这边三个小时化妆，特技化妆三个小时。男生要化三个小时。男我比子丹还好一点，子丹要四个小时，四个多小时。男我已经要三个小时。啊，发哥。你好，你好，又见面了。总是看到您这个在电影当中不断的挑选新的感觉的角色，这次玉皇大帝，我们先给发哥一点掌声。我想这个角色也只有您能承担得起呀。是因为我长肉吗？所以不是啦，因为这是三界的统领，至高无上的权力。王者之气，这种王者，这种霸气，谁能演呢？不是，这个角色我是求回来演的，因为我感觉没当个神仙嘛，这回是挺有意思，因为宇秀最强的人教我功夫，我这还是跟着他走一回，啊，好好的跟他学习学习。您这回在这个戏当中有武打的部分吗？有很多，都是在空中飞啊。是您家就在天上，就像这个背景板上。对对对对。是的，是的。那每一天在云雾里头转。那你也要调那个 VR 嘛，要转。我现在的 VR 他刚刚告诉我还是很好的，很舒服的，可以调12个小时没问题。12个小时？对。这我们不懂啊，外行啊。这 VR 还分舒服跟不舒服呢。子丹大哥，我骗他的。他现在的 VR 不是两根的嘛，现在是一个圈的嘛，你可以转的，360转的。我们期待着大闹天宫当中他们精彩的表现。谢谢谢谢谢谢，可以露面，有请。好，此时此刻我们也掌声有请所有的演员一起上台，我们拍一个全家福，有请。